他是住在这里吗？当然，是我带他来的。秀子，秀子，秀子，他不见了。他会去哪里呢？这次我们不能太多人过去，免得惊动倭寇，所以。 我特别挑选了你们三位，我们的行动必须非常迅速。遇到倭寇的时候，出手一定要快、狠、准。在弄回火器的同时，我还希望能抓一个活口回来。将军，将军，秀子不见了，不见了。 不见了，都找过了吗？李若兰带我去他家，也没发现人。看来我们这一次要被他骗了。照原计划行动，出发。嗯，将军，小心啊！ 手还是那么柔软，天凉了，你的手开始变暖了。月空，你明明是喜欢我的，你现在已经不是僧人了，你为什么还不敢说呢？我不喜欢你。你撒谎。因为我是日本人吗？如果因为我是日本人。 我可以为了你做一个大名人，月空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可以变成一个大名人。我喜欢你，你就说一句你喜欢我好吗？月空，你敢不敢在佛祖的面前告诉我，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？我让佛祖来评断一下。 刺客，全岛搜查，一个不能放过。是，走，在哪儿呢？站住！站住！老帅，站住！放开我！快走！老帅，哎，你怎么这身打扮？这是去哪儿了？列表山，这是我们抓的俘虏。列表山，大帅，你先别说，看看这个。
金刚，帮我审问俘虏。你把城内最好的工匠都给我弄来。是。走，你走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找城内的工匠干什么？我想仿制火器。仿制火器？戚继光，你身为主将，亲自上列表山，这太莽撞了，知道吗？大帅，我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机会。我不能等待机会，我要自己创造机会。不错，创造机会。可是，这个咱们仿造得了吗？你上列表山，敌人就知道了我们的意图。所以，我们现在要做好准备，防止倭寇的突然袭击。引风雨出来是没有用的，也许风雨根本就不在宁波。只要你在，他早晚都会来这里。还记得吗？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就在这条街道。还记得那家棺材铺吗？那个时候，我们躺在一张棺材里。那个时候，你真的没有动心过吗？你现在已经不是僧人了，你还怕什么呢？你记得对吗？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记得的。只要你记得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我什么都不记得。你不会忘记的。做了僧人，并不代表已经失去了记忆。我叫木兰，木兰。好，好，好，不管是木兰还是芊芊呐，都是我的女儿。哎，你娘呢？她来了吗？我娘听说你坐牢了，就让我过来看看你。你看，我现在不是出来了吗？其实啊，就是不出来，你又能帮上什么忙呢？哼，如果腕表不放了爹，我就杀了腕表。看看看，越说越不像话了。哼，芊芊，你大老远的来，就在这儿好好的玩上几天，回去的时候就跟你娘说，我这儿啊一切都好。爹，我不回去。为什么？爹，你们打倭寇不是正缺人手吗？啊，我可以帮你们打倭寇啊。你嫌添乱，给我添了少啊。别看不起我，如果把你的位置让给我，说不定这世上就多了一个女将军。好，有这个志气好，就是啊，千万别把自己真的当成了花木兰，这样可要让爹操心了。爹，你要不信，称病休息两天，我帮你带兵打仗，保准不比你差。没准呢，打了几个胜仗以后，这个世上以后再提起于大将军，别人就只记得我于木兰，就再也不记得你了。行了行了，这话只能在这儿说啊。爹，论我的武功不输于你，而这兵法的书我也全都看过，你怎么就不相信我？芊芊啊，如果你看了点书，会点武功就会打仗的话，那不就又出来一个赵括吗？这打仗可不是儿戏。
啊，嗯，累了吧？早点休息啊。嗯。将军，怎么样？他招了，可他了解的很少。 列表山的防卫计划，只掌握在汪直和佐佐木他们几个人手里。哼，果然是这样。敌人会不会要进攻了？很有可能。但现在最困难的就是，我们要怎么跟倭寇的火器交手啊？将军。 又有人给我们送东西来了，满满一车布料啊！人呢？走了。下去吧。是。会不会是敌人派来的奸细啊？我们先商量一下防守计划吧。小二，结账。哎，好。 这个好像是倭寇，这个不是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走过远吗？哎，老板娘，怎么每次都看得那么准啊？你如果也做过倭寇的线人，你也能看得准。哎，就在这儿吃。哎，小二，乖乖，我在尽管上、哎、来了。 怎么了？什么事？出来不出来？将军，你看啊，说什么？倭寇要进攻了，谁送的信？ 海清，我知道是你，你出来好不好？你出来吧。我去过一星客栈，但是一星客栈已经关门了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以前你跟我说过，希望一切能够重新再来一次。你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愿望啊？ 那时候你还问我，如果生活能够再来一次的话，我会做怎样的选择？现在我想清楚了，我想告诉你，即使生活不用重新再来一次，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新的选择，海清。 我想问你一句：如果现在的戚继光
喜欢上了孙海清。那孙海清还会不会接？你真的不出来吗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以前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喜欢李若兰，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发现，我对李若兰其实更多的是关怀。我走了，也许现在的你已经不喜欢我了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非常感谢你。姐姐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到处都找不到你，还以为你失踪了呢。姐姐，你放心吧，我很安全。月空，他在保护你啊。啊，月空他很照顾我。走吧，跟我回去。他不能走，他是我的人质。你说什么？我绑架了他。月空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他是日本人呢，又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人呢。我以前以为风雨是个好人，结果呢，他杀了我师父，变成了倭寇，最终他也会跟风雨一样。秀子不会的，我要带秀子走。梅家村就我们两个活下来，我不希望你死在我的手下。你走吧。你变了。不行，我今天必须把秀子带走。月空，你姐姐，你走吧。秀子放心，她不会动手的。既然月空不会动手，那我就是安全的。更何况，我喜欢跟月空在一起。秀子，他可是在绑架你啊！我知道，这是我自愿的。月空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下去会变成恶魔的。斩妖除魔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理解。你要想清楚啊，姐姐，你走吧。我没事的，秀子。那你照顾好自己。谢谢姐姐。
那里最容易登陆，要加上防护栏。通知靖海王，马上出发。是。 敌人已经在沿海登陆了，先锋很快就会进入宁波城内。我们的火器还没造好，但是我们不用担心敌人的火器，他们只能发第一枪，第二枪的重新燃放需要时间。只要我们挡住敌人的第一轮攻势，就可以将这些倭寇全部歼灭在宁波城内。越界院马师傅。 你们带领武僧迂回到敌人的后方，这次我们一定要痛击他们。以为大脚师傅在天之灵。 倭寇马上就要进攻了，希望你能打胜仗。这次的战斗会很困难，你也见过倭寇的火器。现在少林僧兵群龙无首，有空。 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回去。我已经不是僧兵了。你真的不想回去吗？既然离开了，就不会再回去。好，如果你希望我亲自来求你，我现在已经来了，难道还不行吗？我要杀了风雨。 你杀了风雨有用吗？即使你把汪直、佐佐木都杀了，但是最终如果我们不能打败倭寇，不能把倭寇赶出大明，你觉得你做的一切有意义吗？把倭寇赶出大明是你的事，与我无关。你变了，你不再是以前的月空了。 干嘛发那么大脾气？报仇打倭寇哪个更重要？这不关你的事。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。你给我闭嘴！受伤了怎么报仇？ 想杀倭寇吗？可是我们就两个人啊！能杀一个就杀一个，大不了死在宁波城。秀子。 你果然在这里，我已经找你很久了。秀子，你来这里干嘛？秀子，你还好吗？你快走吧，别让月空看到你。快跟我走！我不会跟你走的，你快走吧。
秀子，你怎么了？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们要恢复一本家族的地位，我们要在日本重新站立起来。已经死了这么多人还不够吗？你还不能放下你的刀吗？你要继续做一个倭寇吗？我不是倭寇。我来大明是为了让日本不再有杀戮。 难道为了日本的和平，你就要在这里大开杀戒吗？秀子，我必须要这么做。我一定要恢复一本家族的地位。风雨，你在大明的这些债，将来都是要还的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已经杀了很多人，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秀子，请跟我走吧。 风雨，你既然已经知道错了，难道你还要错下去吗？秀子，请跟我走吧。我不会跟你走的，你快走吧。谁都不能走。我师父是你杀的吗？是，是我杀的。 杀！全力进攻！
我就是让你杀他的。我欠月空的情都已经还清了，你欠大明人的情永远也还不清。 如果你替他杀了我，他会喜欢你的话。来吧，你走吧，我不会再见你了。 好，坚持一下，扶到那边去。好，戚将军，戚将军，你流血了。好，我没事。 你想让我来就来，想让我走就走吗？你现在可以嘲笑我了是吗？明明知道是谁害了我师父，我却报不了仇。看着我无能为力，你很高兴吗？我从来没有嘲笑过你。不过我现在嘲笑你，我不仅嘲笑你。 也嘲笑我自己。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男人，我错了。没想到你是一个胆怯的懦夫。你本来就喜欢错了。一个人的坚强，不是看他的武功有多高，而是他的内心能承受多少压力。这是你说的。我说过了。也许你忘了，不过我说的不对吗？ 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不是想报仇吗？你不是想杀倭寇吗？一个死人怎么能杀倭寇？你帮过我，可是我一直没有帮过你。难道你要我欠你一辈子的情吗？我并没有让你还我任何情。你什么都不欠我的。也许你能放下，可是我放不下。 如果你那么讨厌我的话，应该让我还完你的情。到时你让我走，我就走，从此一刀两断。 你想打败风雨吗？其实你不是输给风雨，而是输给你自己。你一点也不了解日本的刀法，而风雨对你的棍法了如指掌。
武士一般配有三把刀，一把就是长刀，也叫佩刀，佩刀上又有一把小刀，以便于杂用，另外还配有一把刀，就是刺刀。刺刀分为两种，一尺左右的叫解手刀，一尺余长的叫急拔刀。现在我手上的就是一把长刀。谁？你还是回来了。还想跑吗？走！放开我！快点！你们这帮倭寇！闭嘴！快走！放开我！喂！哎呦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李姑娘怎么被带走了呀？怎么回事啊？李姑娘被带走了！被带走了！被抓走了！报官吧！是啊，报官吧！快报官！是啊。多少只？100只。战争真是越来越残酷了。火器越厉害，死的人就越多。可是我们需要这些火器啊。不仅需要，而且越多越好。只有我们的武器具有威慑力，才能让倭寇害怕，提早结束这场战争，能少死很多人。点火。没事吧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火器没做好。将军，怎么了？将军，李若兰被倭寇抓走了。倭寇抓走李若兰，一定是想得到李忠诚的秘密。倭寇要是得到那笔抗倭军费的话，他们的实力会更强大的。不行，我们应该尽快想办法救出李若兰。爹，若兰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我又被他们抓回来了。你们父女俩又碰面了，真是难得呀。来人呐，给我抬进来。是。这个刑具我准备很久了，一直都不想拿出来用，只可惜老伯实在是太不配合了。我想请问二位，你们两个谁想先来试试啊？拱本已经用过不少了，哼！哎，你这东西倒也新鲜啊，哼！哎呀，我这把老骨头正养着呢。爹，您不能再受刑了。没关系，爹已经都这样了，哼！再重的刑罚又能怎么样啊？爹！哎，其实我对你们两个谁都不想用这个。老伯已经痛苦了15年，又何必呢？一家人安安生生的不是很好吗？毛海峰，你这个小人！